啊，特别是毕业这一场集训，是一次关于真理的总结。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借着希伯来书再一次把基督教重建相关的基本真理呢告诉大家。继往开来，基督教为什么一定要重建？我们重建的理由是什么？圣经的真理在哪里？最终的目标是什么？这是我们一年一年都会更加清晰的来领受的。从我们现在所领受的结果来看呢，主流基督教或者2000年来、500年来的基督教之所以必须再一次的像以诺士一样起来重新呼喊耶和华的名，乃是他们偏离了主的正道。这场主流性的偏转偏离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第一，用隐秘的事取代明显的事，隐秘代明显，申命记29章29节，明显的事是属于你们的，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结果2000年基督教的内部战争，内部的撕裂，宗派的产生，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甚至第一个原因，就是隐秘的事取代了明显的事，构成了属灵战争的核心战场。第二场偏离，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萌虫取代骆驼，在萌虫事项上用力过猛，结果把骆驼忘掉了，它导致了整个基督教对核心真理的进一步的偏转。第三场主流基督教的背道，就是撒旦那个名字所显明的事实。撒旦那个意思是拦阻，拦阻。圣经有一句话叫抢人口的，这是神所憎恶的，我们可以相应的讲叫抢神口的。这个拦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等神把话说完他就给拦住了，你可以把它称之为半途而废，然后在半途而废的基础之上建立了基督教很多主流的教义和讲道的习性，使基督教第三次进一步的沦陷和背道。但义理书有一个词可以形容这种情况，叫波斯的魔君拦阻我多少天，让我们的主很难到达现场。这三个问题呢，我举例给大家说明其中两个问题，然后我重点讲一个问题，和希伯来书有关。我从后面讲啊，你比如说我从中间讲吧。你比如说萌虫骆驼，喂蹄，蒙头，灵魂体，有没有圣经根据？哎，能找到一句两句啊？一次永远，双重预定，你都能找到一两节经文。但实在说来，他们不是圣经核心启示的真理。但是就在这些萌虫的身上，升起了很多教派，甚至直接导致了教会的分裂。那最明显最恶劣的例子，你比如说浸信会，他会在水多水少的问题上杀出一条血路，都吓傻我们了，这是真这么重要吗？他认为非常重要。第二一个方面的例子，我说的是隐秘的事取代了明显的事，它是基督教大宗派撕裂最重要的原因。主要是两个战场，它开辟了伪造了两个战场，是征战，是战争变成了演习，演习就是假打啊，没那么危险，但是并不意味着不残酷。两个战场，第一个战场就是神性论，第二个战场就是圣餐论。圣餐论我们讲的很多了，我们知道在某种意义上宗教改革是从圣餐论
出发的。酒怎么何时为什么变成了是身体，酒如何如何血，我们今天进一步清楚地告诉我们的结论，我们不知道，这是隐秘的事。但是围绕着圣餐论这场战争，导致了500年的大撕裂，这是非常典型的把隐秘的事取代明显的事导致的恶果。但是比这个更严重的，我今天要讲另外一个战场，就是所谓的神性论。神性论两大主题，三位一体和一位二性。上面叫三一神论，后面叫基督论。三一神论的征战我们不再展开说了，基督论也是如此。实际上正是因为一性论还是二性论，直接导致了东西方教会的撕裂，然后导致了他们把东方教会，就是科普特教会、亚美尼亚教会定为异端。实际上希腊俄罗斯正教和西方教会的撕裂和第一个战场有关，因为有一个著名的核子句，核子句问到三位一体圣灵跟圣子的关系，然后我们就看见疯了啊，基督教打疯了。2000年过去了，到今天我们才冷静下来，发现这事儿真的在圣经上有清晰的地位吗？没有啊。66卷书有多少信息抓住我们，抓住以色列人，抓住基督徒，这件事你得给我整明白，一句都没有啊。我们在打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打呢？希伯来书同样如此，帮我翻到下一页。希伯来书开篇结束都涉及到三位一体和基督论，但是你看他是怎么表述的，既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是神吗？我是不是打错一个字？神在既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于列祖，神他儿子，看见了吗？神和他的儿子。然后呢，13章结束的地方，神和我们的主耶稣，主耶稣基督。我认为啊，三位一体基督论你领受到这个程度就够了，别再追纠缠了。所有再进一步纠缠的人都是在讲自己不知道的事，你何必呢？为什么呢？我现在有问题给大家，你放在你的心里，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纠缠这些事情？到底是什么动机呢？它的后果到底是什么？为了避免我们和更多的宗教流氓无谓的纠缠，我再说一遍，我接受三位一体，我承认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但是句号，你别再问我了好吗？你要让我讲，我不知道。你说我否定，没有，我接受，好不好？我服了，好吗？我被打服了，就到此为止了。然后我们还有好多事要做呢，还有66卷书要去学呢。到此为止，我也盼望 CSMP 所有的学员在这个问题上都到此为止吧。但是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为什么他们要纠缠这个？它的恶果是什么呢？大家仔细想，以信经和教义，他们就是建立在这些隐秘的事基础之上的。从使徒信经到各个主流宗派的教义，基本上都是建立在我刚才讲的隐秘之事的基础之上的。这件事情是出于魔鬼，出于世界的王，这是蛇进入乐园最成功的第二轮试探。
到一个目的。你们仔细再看这些经文，你会看到啊，三一教义和基督论教义这种纠缠和内战，它最终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它是我们失去了什么？这很重要，这是重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你从你的脑子里回放一下《使徒信经》，它讲的就是三位一体的架构。然后你再看这里重要的概念，一个是世界，一个是群羊，世界和教会万有的两个方面，世界和群羊。整个圣经啊，66卷书从始至终讲的是上帝和他所创造的世界的关系，这太重要了，诸位。但是主流教会的呢，叫做什么？隐秘之处的虚拟战争的构建，把世界彻底掏空了，没有世界。你回去想一想好不好？想一想《使徒信经》，那里面没不存在上帝在基督里，借着基督里的人跟世界的关系，无论是管理还是审判还是更新新天新地，但是都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他把人类的智慧教会的精力全部吸引在主体上了，神三位怎么回事？基督二性怎么回事？一代一代人，一间一间教会被拦在了教室里，再也出不去了。幼儿园里，把这事你给我想明白。由于没有人能想明白，由于每人想的又不一样，那就打疯了。门外，你能听见哄堂大笑吗？谁在笑？世界的王。借着这场勾引和基督教的内战，世界的王坦然无惧、无风无浪的做了王。因为你们讲的这些跟我没有关系，我已经用教义把你们关在门里了，你们打吧啊，往死了打，世界是我的。我们没有夸张，这是基本的2000年基督教历史的途径。那么世界又不可能完全的消失，我们毕竟还生活在世界里，所以撒旦不甘心，他要乘胜追击，他要在隐身，把世界隐藏给他自己之后，对那些不太甘心放弃世界的人做进一步的勾引。这就是我讲的第三场偏转，那就是半途而废的拦截。你想进入世界吗？你想去耶路撒冷吗？你们知道为什么彼得拦住耶稣的时候，耶稣给他讲了一句特别难听的话：撒旦，你不要拦我，你退我后面去吧。彼得什么时候拦耶稣？就是在耶稣从黑门山向耶路撒冷前进的路上，就很有象征性。因为黑门山是主流基督教所在的地方，是以赛亚书64、65、66章所锁定的山上的隐秘之处。魔鬼不允许耶稣进入世界的中心耶路撒冷，要把他拦住的。所以耶稣回头对彼得说：你是撒旦，这让我们觉得这好难接受，只有我们的神能看明白他想干什么。所以一定要让神所做的工作，基督的真理，基督本身他的作为和他的真理半途而废。我们对世界的态度就是一个半途而废的态度，这是撒旦的成果，这是撒旦神学，这是撒旦议会核心的教义，有具体几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出世进来了让你出去，而且它会结合所有异教的道理。基督教不要关心世界，这是基督教彻底沦为异教。这场堕落你知道从哪里开始的吗？从埃及开始的。科普特教会有很多值得我们重新评估的地方，
但是他们有一个致命的问题，修道院从科普特教会开始的，当基督教有修道院那一刻开始，基督教就已经被拦住了，已经倒闭在旷野了。修道院，你能在圣经上找到修道院吗？没有，竟然存在了2000年，今天仍然在东方教会屹立不倒。第一就是出世，我们跟世界的第一个关系被撒旦伪造为出世，彻底的异教化。第二一个，我们和世界的关系，顺服世界的话。撒旦很成功，顺服迦南众王成了基督教教义的常识。第三种偏转，半途而废，就是爱仇敌。世界上有仇敌，那你要爱他，这是特别典型的半途而废的中间拦阻的释经方案。我们今天重点讲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重新定义基督徒的爱及其界限。我们希望今天能够把它讲得更加的清晰，让更多的人都能回来。希伯来书1:9，最明显的重新定义了爱和恨两种基本的教会的见证。爱耶和华的，恨恶罪恶，爱恨交加，这是基督教最完整的见证。但是你什么时候敢听见讲道台讲恨？现在连恨都成了我的罪状。虽然他们恨我，他们讲爱，只是恨我。撒旦的谎言昭然若揭，但是希伯来书1:9，爱恨交加，爱耶和华的要恨恶罪恶。最近发生了一个新闻事件，导致了更多的人跟随我们，也让更多的人嫉妒如阴间般的残忍，就攻击我违背了主耶稣爱仇敌的教导，那就是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教区公函给我，引用很多经文，那重点的就是两段，要为仇敌祈祷，要爱你的仇敌，打左脸给右脸，我一直记不清楚这就右在前面还是左在前面，你那个为准好吧？我们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帮我换到下一页。对，他们长篇累牍的给我送来了这段经文，就是斯提凡为仇敌祷告。感谢他们啊！我们要回到这段经文里面去，让我们再一次看爱与恨在使徒时代那些核心的纯正的见证。斯蒂凡先讲了一篇言辞犀利的道，这篇道可以称之为恨，其中结束的部分说，以这应着镜像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的祖宗逼迫的呢？你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纵观我到今天所有的被定义为恨和不爱的讲道，没有达到这个标准。斯蒂凡太狠了，这话太难听了，到底有多难听，看第54节你就知道他有多难听。恨什么？恨罪恶。这里面还蛮客气的，抗拒圣灵，
如果是亵渎圣灵，你也要爱，你就在作死了。但是他有没有爱呢？也有。57节到60节，所有的人包括保罗要弄死他，合起来要弄死他。斯蒂凡呼吁主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整个的主流基督教得着理了，他们所有的教会所有的教义就是建立在60节下半句之上。他们说这是基督教，你害怕吗？好像这些经文都不见了，就剩60节这一句话了，然后说这就是现在的基督教，这就是应该存在的基督教。真是这样吗？不是这样。斯蒂凡讲的不要求主饶恕他们的罪，指的是51节到53节的罪吗？绝对不是。如果是这些罪，斯蒂凡说主啊，你饶恕他们，你存在没有意义啊，你讲那些干什么呢？你讲了半天说我要饶恕你，不，这要让他们悔改，这很轻松。那不是在主啊，你不要讲那些罪归给他们，白讲到了，白死了，真的，他死了，死了，太没有价值了。他把该恨的、该讲的全讲完了。但是有一件事，我们要爱仇敌，我们不要记仇。什么事呢？就是一个方面，众人要用石头打死他；另外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少年人也在那里帮工。这让我心里真的恨死了啊！如果我说这是属肉身的，群众的暴力、国家的暴力、掌权者的暴力，再加上少年人也在那里帮工，真让人对这样的人类充满了绝望和愤怒。这什么意思？就是他要弄我的肉身，他要弄死我，他要羞辱我、弄死我、残害我，这件事我不在乎，清楚吗？非常清楚。所以呢，这罪在希腊文里面是绝绝对对、清清白白的第三人称单数，就是这个罪，主啊，我算了，我原谅了。我现在要告诉大家，66卷书讲爱和恨都是这个模式。真理，我要不说死你，因为人不死就不能活，那不可以。但是肉身给我所有的羞辱、弃绝，甚至杀害，算了。现在我要告诉大家，这是基督徒，这是基督教，这是主耶稣在地上的见证。你甚至可以用最卑鄙、最凶残的方式把我赤裸裸的钉在十字架上，在我的母亲面前，我可以饶恕的。主啊，不要把这罪背给他。但是比拉德说：“你是王吗？”你说的是。是不是只是这一段经文来见证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真理呢？不。翻到下面，我们回到了马太福音山上宝训，我们再按照这样的理解看一看，魔鬼及其差役是怎样半途而废的拦阻基督和他的真理的。他把基督教会拦阻在马太福音5章45节，然后不让我们去看马太福音7章6到23节。我讲过马太福音山上宝训5、6、7章形成了完美的交叉结构。第6章处理教会的内部的问题，包括祷告。第5章讲爱，第7章讲恨，就是希伯来书1章9节，爱耶和华的当恨罪恶，爱和恨。我们先看爱，然后看爱的限度或者恨。爱什么呢？是让我们爱什么样的仇敌呢？你先仔细看啊。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给他打，哪里一万一也由他拿去，墙里走一里就跟他走2里，有求的给他，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好了，三个问题。所以我们读圣经啊，就2种半途而废。第一，就是不等神说完你就做教义了，就开始
建立教义了；第二种，不等你完全明白了，你就学结论了。你真的明白主在讲什么吗？他讲的这个仇敌就是三重见证：第一，左脸右脸里衣内外衣；第二，一里二里；第三，借钱。这什么意思？这都是肉身上的仇敌。我们说打左脸右脸拿里衣外衣，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这样应用，虽然不限于这样应用，就是羞辱我，用私生活，用个人的隐私来羞辱我，把我扒光了，把我们的主扒光了，放在十字架上，把诺亚扒光了裸体的丑闻公布给全世界。这种对你个人隐私，包括你可能的罪的这种公开的展示，对你人格和隐私的羞辱，你要是个真正的基督徒，不要为自己辩解。如果是真的，你悔改；如果神已经赦免了，你不要搭理他了。就这么简单嘛，对不对？韩为什么被咒诅？他就把诺亚裸体，就是他的私生活的事情到处说嘛。确实有传统的犹太人说诺亚，那是有一种放荡的性行为，我们不知道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左脸丢脸呐、啊，这事儿这讲出去多丢脸呐、啊！在主说他不是要讲吗？你把右脸再给他，让他说，让他讲，他不是扒你吗？曝光吗？叫爆料吗？爆的不够，再爆，不仅爆外面的衣服，里面的衣服，外面的衣服，外面的衣服就等于。你已经修饰好的了，觉得你又是个人物了，他愿意把你所有的伪装人设崩塌，让他去好了。我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很多人不理解啊。王明道和尼特生他们的神学观念我都反对，这不过是中国鸡汤教的两个祖宗而已。比如说你连他们都会批评，我不再解释这件事情了。我对王明道的人品特别鄙视，因为他接了尼特生的私生活。原来他是他的学生，到他们家发现这种问题，除了就去喊就找诺亚，找闪和雅各说：“哎呀，我看见了。”但是至始至终，尼特生一句话也没说过。我现在不管他们这个真假啊。我觉得尼德生这个态度我很欣赏，远距离就差远了，拉着自己太太跟人家证明，其实我们都好啊，没关系，他配吗？你为什么要给他证明啊？所以我说过很多的这个有这种压力的弟兄姐妹，永远不要在仰慕子民的人面前表演你的认罪悔改的东西，因为他们兜里永远穿着一个揣着一副用不完的牌，上面写着你悔改的还不合格，你所有的悔改都会构成他们进一步骂你的根据。回到主的教导，你不是要打我脸吗？你不是喜欢打我的脸让我丢脸吗？这边还有，你不是要剥掉我里面的丑恶的衣服吗？让更多人看见我所谓的你伪造的事实吗？而且剥弃我苦心经营的几年外在的光环、外在的西服嘛，拿去吧。我们从来侍奉主不是为了这一套。你要做不昧宗啊，这是你喜欢的外衣。我都没有想过这词儿，我第一次有人跟我说谁呢？要说的就是你。我要是约瑟也好啊，我就是臭把这花里胡哨的衣服去嘚瑟，我这个衣服也没有这个意思啊。但这种事情怎么办呢？饶恕他们吧，因为他相应的主说过另外一句话：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他杀的都是你的肉身，你把肉身交给他好不好？全给他拿去。约伯说：“我肉身腐烂之后，必在肉身之外得以见神。”没有关系，这类事情算了。第二类，
拿你的里那个比你走一里路，你就给他走二里路，这什么意思？权力人格，必须得按我这个来，好吧，好吧。如果不涉及基本的真理，可以啊。你看大祭司、士兵、比拉多这么捆绑，那么弄耶稣，让他到堂前就到堂前，绕到哥哥他就去哥哥他。那你比我走一路一里路，我就走二里路，我不可能跟你打。所以我说，基督徒都不要跟警察用枪，因为那是他的生活，那是他的，那是他的上帝。长期以来被人羞辱，终于可以羞辱你了。哎，好吧，你满足他。怎么了？能怎么？能怎么样呢？第三，借钱，给你了，好吧，不还算了。爱心仇敌没有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这都是斯蒂凡刚才讲的，就是这三个基本方面。而且这是魔鬼的三个基本试探，对不对？掠人的眼目啊，好做食物啊，有权柄的人有智慧啊。你看，这也是主接下来讲的，灵巧像蛇，纯正像鸽子。你这样就灵巧像蛇了，就是你这个魔鬼和你的儿子们最在意的三个方面，我都无所谓啊。好多人问我说，你这么的你敢这么讲到，他在任何地方不可能的，不用有关当局有关大教区整死你，你的会众都不答应。华人非政治人那是有了名的。我说这个答案很简单，那就是我不在乎你，因为你反对我无非是我不来教会，我不奉献了嘛。我说句很文雅的话，老子不在乎啊。到那个时候你就能看见了，魔鬼灰溜溜的走就走了。如果你很忧愁，你很在乎，是我下个月的这个工资没来，那他就胜利了。这是一个爱仇敌，爱仇敌的对象的限定。关于肉身的三重试探，爱他们没有问题的。第二一个方面就是时间的试探，你看啊，只是我要告诉你们，爱你们的仇敌未逼迫你们的祷告，为什么呢？你们可以做天父的儿子，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啊？爱在项目上有限制，在时间上也有限制。福音初传，基督刚刚来到这个世界，教会刚刚出发，你要爱所有的人，给他们传福音。你不能说你是个恶人，我不跟你讲，都得讲。所以才说，光要照好人，也要照坏人。这个真理啊，和约翰福音第一章是完全平行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你看这两个时段，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章都在讲同样的光照的光和暗的关系。你不能因为他暗就不照他了，这时候你要爱他，爱仇敌。虽然那三个肉身方面他把我们得罪完了啊，你还是要爱他。但是还有个问题，如果他拒绝光，你还爱他吗？不，这时间有限定。约翰福音以及马太福音第七章都告诉我你限度，你不要没完没了了，好不好？所以我得罪过秋雨教会的人，你们好像貌似得罪过复音秋牧师，我说你们真贱。是的，你开始可以给他传福音，我饶恕你，我爱仇敌啊，警察都说我爱你们，我希望你们得救，我把心扒开给你看，我是多爱你们呢。可以扒一次可以了，好吧，再扒你就贱了。那些锅粉他就想弄死你，爱他什么呀？他们为什么我说不要再爱他们了？他们其中很多是所谓的基督徒啊，传过福音了。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说，不接待基督的，不接待光的，因为作恶的恨光，定他们的罪就在这里。你又想到了什么？钥匙权。马太福音十六章，约翰福音二十章，同样让我们感到困惑的是，千百年来有哪一间教会，哪一个传道人像这个不接受光的人行使过钥匙权呢？你敢吗？你不敢的。
说别人弄死你，主流基督教就弄死你，这什么意思？这教师权白弄了，耶稣是废话，教会从来不敢用的。你凭什么定人家的罪？我现在在我那个推特，在那个油管下面，当然我不让他们出来，封杀了，扼杀他们，骂我大部分都是这种信息。你有什么资格向巴黎奥运会的那些演员们行使钥匙权？这不是我有资格，是神给我的。我算什么呀？这真是好奇怪。所以歹人和不义的人爱他是有限度的。我们再看以色列人跟埃及法老的关系也是这样的，记得亚伯拉罕爱过他吗？你把我老婆都抢了，我没搭理你，对吧？然后呢，雅各约瑟帮你们治理，什么意思？爱你啊。雅各过来给法老祝福啊，爱你啊。400年之后还爱你吗？你去死了。爱是有时间限度的，出传福音我们爱所有的人。我们同工和弟兄可以给我做见证，2017年、2016年、2015年我会中国传福音。哎呦，我昨天说不提那个动物了。为他祷告啊，有盼望啊，我有限度啊，拆入了所有的十字架，残酷的逼迫传道人，我凭什么还要爱他呀？还为他祷告，那我也很贱。这种贱人现在太多，读不完。主说我没说完，你先坐下别起来好吧？在这个课堂，就是我要讲3个小时，第一个小时第五章，第二个小时第六章，第三个小时第七章，我讲完了你再站起来说要爱仇敌。讲完了，你听完了你就不会这么说了，为什么？因为第七章把仇敌骂得狗血喷头，骂得多难听呢，比我骂的难听多了。不要把圣物丢给狗，也不要把你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见到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主耶稣什么时候让你去爱猪爱狗了？没有啊。再看马太福音23章，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罪恶吧，恶贯吧，这是一个道理啊。什么意思？我曾经把圣物珍珠或者光照过你们，你们不要，不再给你了，对吗？这也是三重，这是第一重，平行上面的第一重。然后你们要预备假先知，那是猪和狗，这里面就变成了狼。我肉身上的仇敌我可以饶恕，但是涉及到圣物，涉及到先知，就是神的真理。22节，涉及到他的道，不爱不饶恕。也就是这一次在巴黎这个事件上，我讲的，你可以羞辱我的肉身，你不可以羞辱我的信仰，你都不可以践踏我的主啊，就是这个意思，对吗？多明显，这两大部分多清楚。爱仇敌，肉身上的，我把肉身给你，真理基督道寸步不让。如果没有第二点，我们凭什么殉道呢？那主流基督教哪有苦难？没有啊，因为你全都爱呀。不仅如此，22节就告诉我们这个基督教两大帮派的本质。一个帮派就是奉你的名传道，福音派；一个帮派是奉你的名赶鬼、行异能、尼恩派。不说都不能得救。我这种引用完全周延，没有缝隙，无缝连接。所以基督教必须重建。那些骂我们的人不就指着这句话吗？我们奉主的名传道2000年了，难道2000年了就你配吗？2000年了就耶稣对啊。你是这样的我也承认，但你不能得救啊，因为主不认识你，吓人吗？哎呦，我们教会好多医治的神迹，我退一万步是有，又怎么样？你不能得救吗？99%医治神迹是为了什么？自私吗？贪婪吗？我们同情生病的人，我要祷告，那是另外一个概念。他们所谓的医治神迹就是你看我，基督跟我有多近，我想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仅如此，我想发财的也保佑我。你真是信的是撒旦。撒旦说，你要服我，我就把万国的荣华赐给你。再往下看吧，还是相关的半途而废的问题。马太福音第十章，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打听那里面谁是好人，有好照好人，也照歹人。歹人在哪里？第十三节啊，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就归你们；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就离开那家。你看，福音出传，不管什么家庭、大街小巷，你都得去找好人，也要找歹人。但是他不接待你，还爱他，你不又是贱了吗？不接待怎么办？跺脚离开。跺去脚下的尘土，行使钥匙权，向他们宣告审判的信息，再回来。后面就是见证，教会的见证在哪里呢？没有。我们都快变成那些邪教了，为了让人家信，没完没了的纠缠。你把我们的主变成什么了？其实这也是我对待所谓的 LGBTQ 的基本立场。我跟你讲一遍，你不对，我不会再跟你讲，我不会再像共和党那么蠢。这种肉身的事情我讲一遍，不要再这样了。我不，你不听随便。我不会组织基督教会天天打你，因为我们有更重要的战场。同样的道理，对吗？十七节到二十节，这里面讲的是什么？我们不能容忍的，就是圣灵要我们在诸侯君王面前为基督所做的见证。为什么站在他们面前，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因为这个道理不可妥协，不可让渡，坚持到底，至死不渝。这两方面的道理，用十六节来总结是非常恰当的。这就是那句著名的话：“灵巧像蛇，雄良像鸽子。”这个翻译很糟糕，就是纯正像鸽子。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矛盾的任务，你知道吗？除非圣灵与我们同在。灵巧像蛇，我讲过了，就是刚才讲的，他那三重试探，你随他去了，我不再展开了。我重点说雄良像鸽子。悬梁那个词的原意是不掺杂，它是个复合动词，不掺杂啊，因为那个翻译是准确的，不能混淆，不能混在一块儿。罗马书十六章十九节把它翻译成愚拙，但是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讲的比较彻底啊，纯正，不掺杂，不在罪里面有份。那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世界里面灵巧像蛇。爱仇敌，在肉身上勉强像是爱仇敌，因为魔鬼是肉身做王的。但另外一个方面，在真理上一丝一毫也不退让，这是存在像鸽子真正的含义。我可以在哥德巴现场百般的顺服所有的恶人的对我的羞辱、践踏和杀害，但是我在哥德巴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存正的真理，不会因为恐惧、狡猾，没有任何一点一点的弯曲，毫无瑕疵。这是基督徒主义。愿我们都灵巧像蛇，纯正像鸽子。再往下翻，回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之后，又到照好人，也照歹人。我们无论是好歹，是被照过的，后来苏醒了那波人。然后我们会面临苦难、毁谤、患难、戏景，众人观看。众人观看什么意思啊？戏景，拿打左脸，打右脸，拿里衣，拿外衣，家业被抢去，什么意思？财产、钱。所有肉身的东西你都得经历，你得爱他们，你至少要忍受。但是三十六到三十九节什么方面的问题绝不妥协呢？神的旨意灵魂得救，
你可以侮辱我的肉身，你不可以羞辱我的灵魂。换句话来讲，你可以夺取我的生命，但是你不可以夺取我的信仰。这就是完全平行的信息，中间说你不可以丢弃勇敢的心。不喜欢这句话，我们需要两种勇敢：面对肉身残害的饶恕的勇敢，面对真理见证绝不妥协的勇敢。以色列比形势勇敢。翻到后面，希伯来书第一章谈到了爱、喜爱和恨恶，爱和恨。然后第十节到第十二节谈到的是什么呢？谈到是世界、天地、根基。我讲这是什么意思呢？希伯来书从神性论的那个虚构的战场当中，带领我们直接进入到了神所创造的世界，这是他的核心关切。十四节谈到了仇敌，上面谈到了罪恶，下面谈到了仇敌。我们的这个世界被有一些和灵魂相关联的罪恶和仇敌，不是我们爱的对象，是我们宣告审判的对象。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是世界的王，而我们的神要把他所创造的世界夺回来，至少要把它变成新天新地。这是如何可能的呢？这个教会，这个道理在旧约当中有一个很清晰的美好的预表。往下翻，昨天夜里睡不着，我们有一位范弟兄啊，给我写了，可以用无数来说，一会儿发一封信，一会儿发一封信。这个话题呢，我留给他讲。等我们第三届学员的论文答辩结束之后，我们请他给我们讲十分钟左右吧，10到9分钟吧。我数学挺好的啊。重点推荐给今晚可以做我今天信息的一个总结，也是基督教重建的总结，那就是第五节，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你曾发怒，我们仍犯罪，这景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最终得救或者神造人的目的都在这里了，就是喜欢行义纪念你道的人。没有这样的人，基督教整体上不能得救。我们要把这段经文这样交叉解构，会看得更加的明显。64章1到4节，他在讲上帝跟他所造的世界的关系，他不容分说的不希望基督徒去纠缠他是谁，三一论还是基督论，他直接把我们带到他跟他所造的世界，山岭列国，这种神圣照管、托举万有、创造管理治理的关系当中，这是他的核心关切。但是他失败了，打着引号，因为找不到人去管，去执行他治理世界的旨意，因为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那怎么办呢？第6节到第8节，希伯来书核心地带，大祭司来了，献祭，把没有一人的状况彻底的颠覆，这就是教会的诞生。我还建议范弟兄呢，延伸到65章和66章。如果说64章讲的就是基督教重建，就是建立喜欢行义纪念他道非因得救的人在这世界啊，同时把我们从主流基督教分别出来。主流基督教什么情况呢？以赛亚书65章说，在山上住吃猪肉的人，以赛亚书66章说那些献猪肉的人，
两篇关于猪的论述，把我们直接带到了哥拉森猪群，把我们带到了耶稣基督要去他们入海的神迹。这是基督教重建的另外一个见证。总结基督教重建两大使命：第一，在基督里，基督的真理里面建造喜欢行义纪念主道的人；另外一个方面，奉主的名驱赶哥拉森出群入海，先是法老，后是巴比伦大淫妇。愿神大大的使用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美好的日子，来亲近你和你的真理，愿重建的意象得你的喜悦，蒙你的祝福，可以兴旺。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哦，这个我不讲了，这个我留在最后一天讲。关于这个教会牧师的变化的问题，因为四年了，十年了，有个别的地方不再追随重建的意向了，这样的牧师可以赶走的，我不会再讲。